Jim.不辛苦。要想有这些可爱的爱情结晶，首先得找到一份靠谱的爱情。最近娱乐圈的示爱们可是不少，首当其冲的要属于11月9日晚在上海演唱会上真情大告白的汪峰。而这893个字长达8分钟的爱情宣言，也让台下的章子怡好好的感动了一把。我想象有一天，那些媒体还有那些举着相机的人们，握着笔的人，也可以把我们当作人看，不要把我们当作怪物和工具。瞧这排比句，瞧这文艺范儿，怎能不叫姑娘为之动容？可是却有网友质疑，汪峰表白后献给章子怡的歌曲《我如此爱你》竟然是循环再利用，是当年为名模旧爱葛慧姐所创作。这是我最